要！木瓜熟了，走。没想到在荔枝园还能看见木瓜树。你好，大哥你好啊！哎，这个木瓜是您家的吗？木瓜。这木瓜。哎。你挺神的。是您家的吗？哎。我们能加一个吗？加可以啊。可以。嗯，番茄加一点点，三个番茄，番茄在这里。这个怎么摘呀、啊？哎，自己摘呀，单独呀，还冲的呀。不是很能听得懂，但是大叔给了我们一个工具，我们自己摘一个。不会摘呀、啊哎。来，我。谢谢你，谢谢。这么教。嗯。要接住是吗？哇哇，种一毛哇，可以了，一个睫毛啊，一睫毛，哎，这它冰箱里养猪，哇，好牛啊，哈哈哈哈，可以了，两个就够了，种一毛干，种一毛，两个够了，两个够了，啊，够了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谢谢你啊，谢谢你，大叔多少钱啊？这两个木瓜，多少钱？不要大叔太热情了，我们把钱给他塞在了那个下面，找了一个凉快的地儿，我们把这木瓜切开尝一下，鱼子酱，把这个籽儿给它弄掉，现在都能闻到那个木瓜的香气了。虽然这个木瓜它还没有特别成熟，但是我就比较喜欢吃这种稍微硬一点的，不要太软，让我们尝一下。它没有完全成熟之后那么软，但是还是那个木瓜味非常浓，非常香甜。